箱说他的电视机有点问题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刚才的时候我们已经来看了一下了，他这个喇叭好像有点问题，但是我们来搞一个换一下。哦，那个车要干了。啊，你的车现在就那个车。你的啥车呢？我得看看。它只有正面一个响，而且滋滋的，里面跟炒豆子一样噼啪啦的响。那是不是砍得到了啊？没，哎，要不？这样。我看那有噪音，我总是用那个耳机。看，那个耳机接的盒子干是吧？接那个是吧？接的是这个电视杆。你应该是接盒子个电，接杆接不到不？接到嘞，接到嘞，接到嘞。哦，把电子铺它好起哦。嗯。那就，让你你这儿，我给它软了，这儿，那没有问题。吹的给这毛花样感觉，哦，破了，我破了喂，好破了，两个都破了，没破的。但是我吹，连走也这毛花样，那纸盆都破包子紧，那个破的呢？啊。这毛呢，碎了都。我没吱吱的呢。我吹的叫毛花样，但是那纸盆都破了，但是。但那个确实不香啊，换一个绳子，哎，行，换个绳子可以啊。看那个值不值？嗯？不是你。我躲躲，我躲躲。那个工房你搞坏了不成了噻？那个绳子没得声音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气了。不。都能顺利降临。都能捞过来，捞过来一个。让每只花骨朵都能盛开绽放。现在是没这个问题哈，等会儿我还得。现在是那个工房，也不晓得是工房坏了还是哪里，反正有个绳子不行，有个绳子确实不行。要么就我的喇叭就在那儿用着，要么把那个扳子削坏，把那工房也换。这用了三两。这儿用的，要不晓得。嗯。关键是哪个喇叭，我有两个喇叭换上去也不管用，那个那次坏了。那个。你把那个东西拔了的呢？我吹好了，我那是临时的吹是热喂。哦。我们不是也是用那个线的，我就把那条夹子吃掉。好烦哦。啊？哦，好的，回来。终于肺出窍。没声音吗？杭州市区的肺已产生。是，开始关心我了啊！我，你老帮人喊你了。这个小黄球没有落地，有点不好穿。记者问，你说，这如果是没有用呢？这算了。没用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行吧。甭谈细节了。啊？甭谈细节。在这儿。啊，我这不是啊。啊？好了。这家人。没呀。那舍不得。嗯。啊。没好处嘛，我这份。好了我。啊，好我这呢。干嘛呢？好的。
几个放两口小萝卜的。有个么子问题？他是香的根儿，么个当家，我就比较老香。那是把我洗，俺老是放外，我放外在那贴着把面贴。放了都烂了，可能。哎呀，还把面贴着，我把那门再重贴上。怎么少点呢？你少个点，没事儿。就是没得电，就是没通电。其他没事儿的，电条到那个管里头，不是没道上那线套上。我不是把拆下来看看有没有电。那个金宝服应该是。我估计这块儿都行。金宝服都洗烂了。抹了米，另一块洗了个浆，它那烂的豆子本来，本来烂的豆子了，是吧？之前它一直在用的。那个零件它本来是在一，可能应该就是拉散了点，反正。生锈了喂。嗯。真的哈。那是放在太阳机里晒的。你要拆一下子，有点了，主板少了。嗯。主板少了啊。主板少了。主板少了。主板少了。主板上都翻不烂的呢。俺主板那个也是不划算的。不过咱这块儿换主板的问题，还好。但是我不想别是换不换是没关系，我又之前说可以换个主板，我又怕麻烦了，主板别是也有问题。你不是实在的，你就是。那是不是有的东西没通电，是不到。你就把主板了，把那一套套到之后，不是实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嗯。你要买呀，也专门去批呀嘞。嗯，他那，嗯，那是个空的意思，就是我，意思就是说就是空的。连接的，那盖子连接像腰头没头上。放那儿太阳晒晒风过了哈。把那个都松了，你看那个盖子随时可以落下来呀。我看了，我不行的话，我是不是你住在这房间，我日天如果是要的，只得修修，不行了，我再从你买一块几百块。你也觉得想修啥子？要放啥子可以放的。那住办法，我就是看是不是没得啥问题。就是放完呀，进了屋打开线，内化了，然后屋从内头流进去了。那个锅里那个冷吧。嗯。来，行吧，忙活屋了，走吧，抓着屋后再办。走。啊哈。